专程送肥料给寡妇妈妈，他们笑得好开心。协助马拉威部件数位健康资讯系统，他蹲点深耕。在母竹竹大学讲授流行病学，培育超过600位大学生。吴宗树从2007年在台湾驻马拉威医疗团服替代役，被平机派驻马拉威服务，至今已达17年。他在工作态度上面是非常有热情的一个年轻人。台大流行病学研究所毕业的吴宗树，以专业学养推展艾滋病彩虹门诊，更与 WHO、美国 CDC 及国际组织合作，开发艾滋病电子资讯系统等。2008年两国断交，平机以非政府组织重返马拉威，吴宗树持续延续多边国际卫生合作，协助马拉威部件数位健康资讯系统。如果我可以待在这边的话，待久一点的话，应该可以看到一些改变，就很想要回来，然后就很想要一直待着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要看到做的事情有成果。他担任马拉威卫生部资深技术顾问，协助建立传染病监测系统，在新冠肺炎爆发时成功控制疫情扩散。在马拉威教学之外，他每年寒暑假也安排台湾的大学生到马拉威实习，培育超过200名卫生人力，将台湾公卫的专业与热忱带到世界各地。透过不断的沟通，然后提供建议，然后让整个国家就是系统性的改变。吴宗树以自身公共卫生及流行病学专业，加上台湾资讯软实力，让台湾在马拉威打响名号，屡屡获得国际组织委办工作计划，甚至进军联合国总部，提供技术分享成果。作为台湾与国际连结的桥梁，他从台湾看见世界，也让世界看见台湾。TVBS 新闻叶凤达，屏东报道。